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今天我来到洛克菲勒中心，看圣诞树灯饰、圣诞橱窗和灯光秀。好，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去看看吧。世界最大的铁路车站纽约中央车站，是美国最繁忙、最著名的车站之一。也是世界上建筑空间最大的铁路车站，许多电影皆在此取景拍摄。华丽贵气的建筑设计，有纽约最美车站之称。当圣诞节将要到来之时，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这美好的节日。在这个一年中最后的节日里，不仅有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树，还有那些独一无二的街角小店，以及各大商场和百货公司精心布置有节日气氛、艺术感超强的圣诞橱窗，为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带来圣诞的惊喜。其中一些老牌百货的圣诞橱窗展示，甚至已经成为人们一年中所期待的年度保留项目和冬日城市中不可替代的亮点。圣巴德利爵主教座堂是美国纽约市的一座新哥特式天主教教堂，有着超过130年的历史，也是如今纽约天主教的所在地。教堂常年开放，游客可以花上半小时进去走走看看，感受那份庄严，并欣赏教堂极具气势的空间感和精美华丽的建筑风格，是纽约主要观光景点之一。纽约每年圣派翠克节的游行也在教堂前的街道进行。
第五大道苹果零售店，独特而华丽的玻璃立方体高耸，在全新设计的露天广场之上，在纽约这座全球最具创意活力的城市核心地带重新焕发出夺目光彩。此外，这家店仍然是苹果唯一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的零售店。圣诞节就要来临，纽约洛克菲勒大厦门前的圣诞树是纽约最高最标志性的一棵，上万盏 LED 彩灯环绕，颜色绚烂，门前两排吹喇叭的金色小天使显得金碧辉煌又气派昂扬，经典冬日项目溜冰场也几经开放。洛克菲勒的圣诞树正对面是节日橱窗，可以观赏到每年圣诞期间的灯光秀，墙面装饰出一座迪士尼童话王国般的美丽城堡，伴随着热烈欢喜的节日音乐，七彩灯光翩翩起舞，点亮了城堡，也照亮了所有观众的笑脸。灯光秀每10分钟一场，总是连看两场才心满意足。
好，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祝贺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一集再见。